美宝，我从来都冇爱过你，亦都冇边个可以勉强我爱你嘅。小龙，我都系走板啦。千里，你唔好走。你留佢，咁我走啦。小龙，你对得我住，你对得我住。千里，你睇下佢啲咁嘅脾气。小龙啊，佢嬲到面都转晒色，你都系追佢翻嚟，向佢好好地解释罢啦。有咩好解释啫？头先你哋边个喺处嘈喧巴闭啊？阿嫲、表妹佢乜美宝嚟过咩？咁佢嘈咩啫？撞到人啊！做咩啊？吓！哎呀，车祸啊！撞到人啦！车祸！外面发生车祸啊！哎呀，唔通系表妹佢咩话？美宝佢发生车祸？邱美宝见到佢哋两个人卿卿我我，真是道行交加，就三步两步冲出去，一直脚步不停地走过马路，点知就被一架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到了。小龙、善妮和尹老太即刻送他入医院，美宝失血过多，必须输血补充，咁啱善妮和他的血型相同，就自动捐血给他，当时就感动了尹老太，他还关怀备至地亲自送善妮回去罗家吧。小龙啊，你扶下佢啦，佢正话就输咗血啊。尹老太，我唔紧要嘅。善妮，我都唔知点样表示我对你嘅感激。你啲好闲啫，咪讲话佢系你表妹啦。即使系唔相识嘅人，我都好应该咁做嘅。善妮。你跟哪个讲说话？爸爸，我带了两位人客来的。哇，那请他们进来坐吧。啊，文老太，这树真是失礼晒你了，地方又这么密。密说话，这树都挺好啊。爸爸，妈妈呢？她又去了郊山了嘛。爸爸，这位是尹老太，他就是尹小龙。你们请随便坐下先，我是斟茶来。罗先生，罗先生，咦，怎么你咳啊？是这旧病复发了嘛。云老太，云小龙，等我睇真下你哋。云老太，小龙嘅爸爸系咪尹成龙啊？系咯，你识佢嘅咩？我而家又穷又病，又老又瘦，怕你唔认得我啦。你系？我系罗明啊嘛。罗明？边一位罗明啊？你唔记得咗啦？系我将一个三个月大嘅 B B 仔送到去尹家嘅，而家佢。生得好似尹成龙一模一样，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记得你了，罗先生。罗先生，我都知道你是谁了。那么尹成龙他几好嘛？有什么好啊？他入了精神病院啊。尹老太，你同爸爸系
讲起嚟啊，就长篇啦。真嘅，应该有二十年前讲起。边个会谂到呢幕家庭悲剧会演变到今日咁嘅地步呢？啊，仲有一件事，你哋怕都唔知道，我亦都冇同任何一个人讲过。系咩事呢，罗先生？本来我都好仰慕阿彩凤嘅，不过我知道咗佢嘅身世之后，就死咗嗰条心。咁佢亦都好信赖我，所以我哋就以兄妹相称。系啊，嗯，当年佢怀住小龙嘅时候，就唔再喺夜总会唱歌啦。成龙对佢又有好深嘅误会，所以佢嘅生活一直至到生落小龙，都系我照顾佢嘅。哦，等到佢交翻阿小龙俾你哋，入咗修道院之后，我都冇再见过佢。哦，罗先生，你啊真系一个正人君子啦！正人君子又点啊？啊，你哋睇下我，我穷途老赌，都唔知系点过咗呢二十年嘅。你点解唔去搵我哋呢？系咯，你是尹家的恩人噃，我天生就是这样的硬骨头牛脾气来的。那我对小龙和善妮的事又要重新考虑了。啊，小龙和善妮的事？是啊，你听我讲啦，是这样的。小龙再详细向罗明询问他爸爸和生母的往事，这样才深信方林并不似得他所想象的那么坏，他更悔恨自己多年来对方林的误解，所以就买了一束鲜花和善妮去到亡母坟前哭祭了。唉，这广州人一夜逝咧，妈你讲啊，我想啊，分啊，伤心，恨佢铁不闻。手暗啊，暗沉啊，阴啊，今日坟夜前，我祭啊母啊，真正悲不真系唔应，好巧我有咧，咧不咧分啊，一咧朝醒啊过啊，的广州城。
人，今日太易，一朝之错都未能尽孝心。维持亲娘永别世家，忍心离别人啊太不幸，念到有弱时，妈妈教话养啊伟大慈母啊，最忆红心，我断肠泪满襟。阿妈，我真系对你唔住啦，妈。小龙，唔好咁难过啦。相信全下嘅伯母已经饶恕咗你噶啦。嚟啦，我哋去医院睇你表妹吧。我总觉得呢件事系由我而引起的，我个心真系好唔安乐。美宝自己都唔啱嘅，佢太冲动了。我哋几日都冇去探过佢，佢唔知道好啲冇呢？阿嫲寻日睇过佢嚟，佢好咗好多咯。哦，咁我哋买个花篮去探病啦，好吗？佢中意鲜花嘅。好啊。美宝，美宝，欣小姐，我哋嚟探你啊！系你哋，系你哋，仲买咗咁多花俾我。系咯，头先你谂紧咩嘢啊？你谂得咁入神嘅，我喺算谂，如果嗰日我伤及要害，或者冇人输血俾我，我早就。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你正话子好啲，咪胡思乱想啦。罗小姐，无论如何我都好感激你。算得乜嘢呢？是啊，表哥，这几日我想通了一件事，我觉得爱情是不可以勉强的，我以后都不会这么傻的。爸爸头先嚟过，我要佢先拨出50,000存入你嘅户口。表哥，你有咗呢笔钱，就可以放心去升学咧。表妹，我有咩好意思，
要姨丈帮助我呢？我条命都是执翻你的，爸爸帮下你又算得乜嘢？罗小姐，你做咩喊啊？呢几日我有好多感触，点解世界上咁多好人嘅呢？包括我爸爸、邱小姐你，仲有过咗身嘅伯母，同埋喺修道院里边嘅伯母，所以我太感动了。是我忽然之间想到，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女，都没有兄弟姊妹，你又对我这么好，那不如我们结为姊妹呢，这样好吗？我怕我高攀不起。我不准你这样说。现在我们就在这篮鲜花陪衬之下行一个握手礼先。小龙出国的手续办妥之后，探听到在修道院的李彩凤已经去了外国献身宗教，他们真是缘悭一面。不过他觉得还有一件心事未了，因为他这么多年来都没见过他爸爸，所以那一天他就跟善妮一起去到精神病院探望那个病患加深已经进入痴呆状态的尹成龙了。爸爸，爸爸，尹爸爸，诶，你看他眼定定咁，好像见我哋唔到咁嘅。睇你，佢嘅病都好重啊。爸爸，我系小龙啊，我系你个仔小龙啊。为什么爸爸对着我笑的？大概见我来到他觉得很高兴的。不是啊，小龙，他不是对你笑，他不是高兴。爸爸，爸爸，我来告诉你，我就要出国求心操了，我有4年的时间见你不到的了，你自己保重啊。小龙，我不忍心看他，我真的不忍心看他。爸爸，爸爸，爸爸，凄凉我内心的暗彷徨，面又黄，实在也是冤枉，个样好似又傻又丧，有阵向我偷偷望，睇见令你心都寒，人又咁老仲受折磨，令我心悲怆。爸爸，爸爸，小龙，你不要这么难过了。
要你行业任性，就对得住你爸爸啦。是，我不应该再难过，我一定要努力求上进，我不会辜负你的，善妮，你等我啦。好，我一定会等你回来。小龙，我祝福你。你不应该再颓丧，人立志啊要苦干，只要决心有毅力，做人你应该敢闯。今天我去远方，愿浪求上香，你我实太感激，叫你真心啊共享。还梦面今天做白痴暗灯郎，红孝燕一张。大结局，多谢各位收听。